Circus Troop Player A Stage 1 Yay! 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玩复古的红白机游戏马戏团跳火圈游戏，我喜欢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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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这有点危险哦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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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。我是个厉害的驯兽师，完美的角度，完美的时间 ，jump， 之前，耶，完美的演出 ，perfect，stage two， 好可爱的小吼吼。好怀念哦！天哪，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关是球球的关，要走球球的。球球后面好像就没印象了。哎呦，有一个奇怪的猴子。哦，这里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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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差点踩到猴子。耶、yeah, ！终点到了，等等，我们要分两次，上去，上去，耶、yeah, ！完美、欸，我还有三条命呢，我也玩太好了吧？Stage three， 对，就是这关走球球要量好距离。哦，耶！你这关好像比前面的都还简单呢。哦，不，我的啊，重要部位好痛。哒哒哒哒哒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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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再后退点，跳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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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哎，哦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我发现这个慢慢玩，蛮简单的，不要急。哎，这有时间限制吗？哦，上面有那个 bonus， 如果越快过关的话，那个 bonus 会越多，额外奖励会越多。哎，我看到终点了。没按到跳，吓我一跳！来吧，耶、yeah! ！全场欢声雷动。Stage four， 我又多加一命嘞！这关是干嘛？还可以控制那个马的速度。不，我觉得这关很难，完蛋了！我的命全部都要赔在这关了，我觉得。第四关，这个从这边跳跳 ，OK 跳 ，OK 跳，准备跳跳，哦，蛮顺利的哦，剩70公尺。I can do it. I can do it. 嘿，漂亮的弹跳，再来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
耶！哎，我后面好像真的就没玩过嘞，好紧张哦！后面是什么？Stage Five？啊，有玩过啦，有印象。这可以加速吗？好像不行，要自己找时机。等一下，下一次，下一次，下一次。哎，也不对，不对，再下一次。哎，怎么都感觉找不到时机啊？不敢跳，完全不敢按。好，管他了，按了。啊，不是，啊，弹下面的那个弹跳的那个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了，是要踩下面弹上来啦。会，不，我真的会掉命，我光测试就要测试到没命了。在在在。会，再来，哦哦，弹跳的时候就要自己按方向了，是不是？不，好啦，我们的 circus troop 是这样念吗？我们的马戏团就玩到这边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款游戏，大家喜欢红白机游戏的话，我会在下面附上那个手机 app 的。那个模拟器，大家可以去下载来玩。如果没玩，不管是没玩过的，或者是玩过，想要回去让回忆童年时光的，都可以去下载一下。好，我是白龙，各位白粉，我们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